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今天要来玩传说对决，开始。等一下，我们也配一下。开始，开始。我来哦，这场我来玩。我们新手谁都会玩的翻恩，今天我反恩，不然我真的睡不起来。没人选中路哎，那怎么办？开始。现在我们来到传说对决里面了，好开心啊！我调一下声音，把声音关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开。我是那个凡恩，然后为什么我是想要心血来潮来拍传说对决呢？是因为熊猫，对。我看了他的影片，所以我决定我也来一起拍一集传说对决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每日更新大概都是一个礼拜更新一次，不会日更，因为最近升了五年级，有点忙。传说对决，功课有够多，还有那个奇奇怪怪的粉丝。没错，然后第。好，先教大家怎么玩传说对决好了。首先，一开始你们要选角色，选到你们一直喜欢、一直想用的角色之后，走他的路。然后，如果是新手不会出装的话，可以像我一样，按照他推荐我的出装。可是我建议，如果你是玩凡恩，你尽量用魔攻啊，不用魔攻，因为现在凡恩不打魔攻真的有点难打。说实在话的。我这边边打边讲。OK， 看来官方想让我开秀。然后呢？现在情况有点糟糕吗？没有，现在是2-0，我们情况蛮糟，不算糟糕啊，算 very good。现在有点难打哦，那1-2，我不知道你又在干什么，你又在跪塔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快被他杀死了，先回城一下，不然我真的死了。然后我现在推荐大家玩凡恩的注意事项，首先我建议你们尽量打魔攻，对，就是魔攻，你们不打魔攻，凡恩真的很难打。反而会让你不打魔攻的话，反而你会打到很不知道怎么说啊，就是反而一定要打魔攻就对，不然不打的话真的有点难打。现在的时代已经不适合物攻流了，反而出场动线。OK， 舒服解决这两只之后，开塔。我猜，舒服猜起来，然后呢？现在我们正在，然后现在那个。现在正在跟我们的必须将这只打掉，舒服。现
在看到我7-0的苍海，就觉得我很强啊，不用怀疑，我就是那么强。我不知道这场是不是人机场啊，总之抱歉，我先咳嗽，没事。总之现在就专心打完这场。谁啊？我觉得在吵什么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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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最后是被终结掉了。看来他们不是人机，我们塔要被拆了，哭哦！翻打回去，兄弟们，翻打回去！出发出发 ，Let's go！ 翻，蹭蹭启动。可他们现在伤害有点高的，因为现在射手的少侠说要经济最高才对。可是我射手是虽然，可是敌方原本不是经济最高，现在变成经济最高，现在就是很难打的状况就对了。然后现在那个涌不出来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你不进出来，我就进去了。OK， 进去是，直接先找一波涌。放放放放放放，把它试试 ，Case， 加油！哎呀，我进去，怎么了？我终于有修到了，秀起来，拆塔拆塔拆爽爽！哎，龙马、啊、不要，不要了！哎，空大了，哭哦！虽然没有空大，可是很哭。拆喽！你来太慢了。你来太慢了，拜拜，舒服啊，舒服啊，乱猜，哇塞，我们才刚打六分钟，就已经要跑了，如果被他定住，真的死定了，所以只能先交掉我的神仙了，然后呢，没办法。那个神仙教的真的有点亏啊，亏到不行哎、欸。然后大家可以去订阅熊猫的频道，对，熊猫。然后现在四个人吃什么东西？香菜棒棒糖。今天吃什么东西？给我滚！我觉得他们应该哎、有点难打了。现在被拆掉一颗了，换掉换掉换！那是直接跑，打不过就跑。算了，我们只有录的塔要被拆爆了，他们三个一起过来，这个怎么打啦？就我们换掉一颗，至少全部吧。我没那么强哦，小孩我还没办到，舒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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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爽！刚打那一波下来，我差点死了。OK，
刚打那波，如果一不注意，应该就是 GG 了。因为他们那一波刚是全体一直攻击的，就全体围殴，对，很难打吧？想想看，你今天突然来，你在玩 Free Fire， 突然全部的人都开始针对你，你是怎么打？现在我们人数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赢你的。先丢掉一下。哇塞，四杀！